各位同学，我今晚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起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因为秘书长要咧开中央决策委员会哈，啊，暂时先我起来代理，好，啊，等下伊就会起来哦，好。好，啊，那么。今天大家真辛苦了哈，但是已经接近辛苦的尾声哈，过头两点外钟，咱就一定等于家己可爱的家园哈。啊，开始咱台湾是报道哈，热哦，无像人个热些所在哈，嘛热无像迄个赤道迄个国家遐热哈。啊，寒嘛无像热些，吼，比如北海道啦，还是韩国吼北边啊，安尼遐冷，啊，所以台湾六十几年来，国民党伫只甲咱吞打，吼，甲咱歪过，安尼歪六十七档啊，要歪也袂倒，吼，所以台湾是报倒，吼，啊，真可惜，就是讲咱台湾人，迄个家家像咧落咧。咱拢台湾人安尼做牛做马，咱家己台湾人嘛拢自称咱是台湾牛，足认真做，认真咧拖老命咧拼。你甲看遐布条啊、政坛的，遮咱的爸爸妈妈因咧背吼，包括即卖还有咧做坛的，拢差不多五十岁以上，差不多拢白头毛的啦。我足烦恼讲，遐即卖少年拢无要布坛的时吼，后日咱要食啥？尤其咱即卖粮食自给率阁遮低，吼，32%至34%尔，吼，好，啊，种无要紧，有咱台湾民政府，吼，啊，阁有一个咱遮个同心要做来拍拼，吼，啊，咱若4000个训练好，41万分个身份证啦，大家拢轻便，咱特别要求美国政府，吼，甲台湾个治理权，还予咱台湾人，予咱来家己管家己，吼。台湾人管台湾人，卖去互迄个三流的中华民国即个国民来甲咱管。你甲看日本时代，吼，伫1940年，咱台湾就办过世界博览会，吼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伫2010年甲上海办即个世博会，啊，所以为安尼来看，你看安尼差几年？差差不多70年呢。哦，咱会使讲台湾当初，若讲卖日本战败，也是美国卖派蒋介石的部队来，若美军直接占领，咱今仔跟日本边共遐进步呢。啊，所以有个人迄个国民党甲咱骗，啊，你看迄阵日本人咧甲咱管的时，咱拢大草族，吼，啊，生活水准拢歹，迄时互因来较歹去，你知无？战后，台湾人拄啊伫即个，等于美军轰炸了，真侪即个电力设施啦，吼啊，水准拢许破坏歹，真侪即个物产的迄个生产拢受到影响，因为你若无水，农业无法度种植，你无电无法度抽水起来用，吼，啊，所以战后好佳哉，咱台湾人真拍拼做。咱爱过去，蒋介石1949年为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猪来，予咱饲。好，所以今仔我要讲台湾猪问题。这些猪，我会记我做囡仔，阮爸爸妈妈所饲的猪，200公就两台，差不多7个月。
安南这渠道在去年卖台币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阵台湾人本来物产丰富，一年有三收，伫阮屏东一年会当挂两摆稻啊，寒天吼像即阵那稻啊挂个，种豆啊，黄豆、黑豆、红豆，吼、哦，像屏东万丹的红豆真有名。日本人都爱食咱屏东万丹出产的红豆，啊，所以甲即嘛，咱台湾人搁咧纳税金咧饲只中国猪，哈、哦，唔是第一代了呢，搁饲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哦，因只中国人拢官官相护，好康的拢牵亲引戚，入去军公教的这个机构内底，退休了搁有通领18%。啊！咱台湾人的士大人，布丢啊，为少年布到老，做到老，因拢差不多做到死啦，吼、哦！像阮爸爸做到差不多80岁，差不多脚手较硬啊，伊较无做，但是伊起码佮家己种菜，吼、哦！阮大部分拢家己种的菜，无普农药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阮爸爸嘛捌咧讲讲哦，北部的人吼、哦、身体足好个哦，因为阮遐有人种菜吼、哦，伊就是，若家己买只，另外种一个家己买只，即无普通个。啊，剩个买就市场个吼、哦，拢因为都市人拢爱食迄，许个无空无糖加过，啊，所以你买食迄无糖加，我著许个普较重。即个糖拢死了了，哦，这许个拢作水个，都市人爱食这款个，好、哦，我想哦，佮普较重个嘛食个呢，我做都市人身体介好，啊，其实无影，即种慢性中毒，到尾啊，大病拢大甲甜甜，你得爱若像呆呆严重，你得爱客观个，较有病程通好大吼。哦啊，当然以后咱台湾民众以后那执政，咱就是要行有机的农业。台湾人的身体爱顾好哈。啊，当然咱那回归日本哈，比如咱那家己执政，咱一定跟咱的大日本帝国这边哈，诶好啊，在农业上，哦，咱的南北货哈，因那边中国嘛，日本欠热带水果，咱就来种香蕉。种红龙果，种了巴拉来消因哈，啊因嘛做爱食咱台湾的酸呀哈，啊所以南北互相互通有无哈，咱家呐买也种袂开，咱进口日本的这个米粉嘛哈，因为即摆少年拢爱食面食、食面包啊哈，啊这生活形态改变，哈，反正以后咱民政府执政，绝对予咱台湾人有幸福快乐的日子通去过。哦，无像讲咱即马定义三定的国民，哈、哦，咱做股做买缴税金来饲人家中国人，哈、哦，好，啊，我今仔来谈论一下台湾猪的问题，哈、哦，很多猪问题，啊，大家来探讨。首先呢来讲，咱台湾跟美国所有有关的条约甲法律，啊、哦，上早的就为这个南甲之盟，这是1867年，啊、哦，再有那另外一个。发生伫这个恒春那边啦，哈。迄阵1867年，有一个美国的商船叫做罗密号，哈，有人讲罗华号，伫台东外海发生船难，哈。啊，这船员就翻了，嘛是予咱的南台湾族甲杀害。啊，美国向大清来抗议，大清的政府讲，放了以然，哈，不在版图，就是讲，唔是我大清。做官的所在，哈，讲迄是生番之地啦，哦，化外之地的对吧？啊，来推卸责任，哈，所以美国准派这个一个这个领事叫做李礼让，哈，跟南台湾族的头目周继堵来签这个条约，哈，啊，基本上就讲南台湾族这个地区，唔是大清帝国的领地，哈，啊，这个南甲之盟。是美国跟南台湾族的原住民所签的条约。那么主要就是讲要求以后，若美国
还是其他国家的船，然后发生传染，哈、哦，南台湾族的人爱甲救，爱提供食物、哈、哦、衣物、哈、哦，啊，那么煮安的料，但是嘛是到尾啊，佫发生牡丹虾事件，啊，牡丹虾事件是因为误会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另讲较讲哈，好，啊，过来，就到。这个，咱来讲讨论这个旧金山合约。哦，当然之前，咱来讲这个马关条约，都张德龙真侪人讲过。啊，咱来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哈、哦，甲台美国的台湾关系法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两个是跟美国靠关的，哈、哦。这个旧金山合约就是美国的，尾啊，这个国务卿的杜勒斯，哈、哦，伊负责，哦，伊。受命于美国杜鲁门总统，甲聘请去跟其他的50个国家去协调协商，看要安怎拟定这个旧金山合约。经过3-4年吼的协商讨论了，确在1951年的9月7日，在旧金山哦有51个国家参与讨论开会，但是尾啊签署的有48个国家。其中苏联、甲波兰、甲捷克，因无签哈。啊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就规定讲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。好来，啊了，因为1979年的1月7日，中华民国美国抗议断交，啊，所以美国的国会啊参众院高票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。啊，这就是进。台湾人靠这个美国总统靠这个台湾关系法来保护咱台湾，哈、哦。美国的总统那伫台湾发生台湾人的性命、财产，哦，包括伊的人权受到损害，啊，是伊的经济制度受到影响，哦，美国的总统会当根据台湾关系法派兵来保护台湾。那么是安怎？美国要将台湾的地位来巧妙的模糊化？啊，这咱来检讨讲，介一代志，咱会讲中华民国，无论是中国人咧做总统，还是咱台湾的李登辉阿扁咧做总统，美国不是咧下指导棋，跟他讲，你这袂使做，你迄袂使做，哈、哦。啊，其实就是这拢是美国。第一，伊拢为了伊国家本身的利益。美国伊要做啥物代志，第一拢先考虑讲，安尼做落对于美国有啥物好处。哦，伊无先考虑对方的好处，先考虑国家的好处，啊，这真正常。好、哦，所以美国伊是一个资本主义，哦，伊嘛是咧得胜盘，安怎做对美国上有利？美国有利益了后，剩的才来考虑到你与对方的利益哈。过、哦、来，伊无要看中国，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。哦，所以你看伊用第一岛链来防堵共产的国家，哦，为南韩、日本、琉球、台湾到菲律宾，一直落去到澳洲。加咧围堵共产主义的第一岛链，那么伊用中华民国这个名义，吼蒋介石的部队在台湾咧掌控台湾，吼、哦，那么伊就会使把台湾当作一个基地啊。伊若需要看阿强啊，因为回教伊斯兰这个恐怖主义，若要来掠这个恐怖主义的分子。哦，伊需要阿强阿配合的是，哦，伊就骂台湾，给阿强阿看，啊，就讲发布讲啊，我暂时无要卖什么武器给台湾这个敌对当局。啊，如果那阿强啊，伫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无要配合，哦，伊就佫发布什么命令，啊，准备要卖什么武器给台湾敌对当局。好、啊，这就是咱台湾煞变美国的一个机遇，哈、哦。
为着要看阿公啊配合的时，就扒台湾给阿公啊看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要看阿公啊，有一寡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有冲突的时，啊，就搁个台湾保守一下，吼、哦。讲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吼、哦，安怎安怎？啊！美国嘛咧等咱本土台湾人爱觉醒超过75%，现在讲75%，那也唔是51%。啊，这就是想讲，美国知影讲，咱台湾人虽然本土台湾人占85%以上，但是因为67年来，迄个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价格有一半以上，哦，超过10,000,000的台湾人认同伊是中国人。所以投票拢会投中国党，好啊！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咱85%的台湾人会选出无到15%的中国人的原因，所以你得要赢75%，赢可以买票，好，因为伊有党产，啊有条啊卡，啊有军公告，有行政的这个权利，会当用行政命令哈来白这些军公告人员哈。用18%啦，用一寡优惠哈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人无呢，哈、哦。你看咱台湾人，咱的老人年金65以上以上要领3,000块，是民进党哦，伫阿扁的时代安尼一直争取，较争取到的，无咱太有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中国迄个什么老欧啊，退伍落来，乔维平迄阵都也毋捌发生战争啊。啊！一直到退伍退休落来，因个爱领迄个，那进步前领到15,000块，哈、哦！啊，咱台湾人就领3,000，干那老农有6,000块当个领呢，哈、哦！好，过来咱来看，1895年日本驶进台湾，是安那也受到原住民哈，遐、哦、高沙族真强烈反抗，我、啊、这都我那捌讲过。这顶个台青真夭寿，伊无当兵，即个统治管辖治理权，即因为即高沙族，哦，足强悍的，会使讲因个迄个领域哈，因个狩猎领域，因过真条，所以若有汉人啊，平地人要去哩，因会甲抬甲抬。啊，因做个游击战呢，啊，所以大清帝国无法度通抵个中央山脉以东，好、哦，包括后山迄个大东花莲这边，啊，所以伊会当通抵的是西部海岸一撮一撮，大概有6个屯垦区，哈、哦，但是伊伫刚好战争煞签这个下关条约，竟然甲唔是伊管辖治理的所在，做一回拢挂号。大日本帝国天皇，所以当初伊起兵入来要占领台湾的时，台北遮基本上吼、哦、北部遮无啥物抵抗，是来到桃竹苗有客家的地区开始有反抗，啊客家能够配合吼、哦、高沙遮的迄个泰雅族的吼、哦，就开始真激烈反抗，所以日本开10年的时间为北甲南，甲几个台湾征服。平定了，开始建构台湾主权，所以有统一的台湾是日本人来了，靠有统一的台湾哦。啊，经过1937年皇民化运动，哦，过来1945年4月7日，大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，哈、哦，啊，开始根据国际法完整建构台湾主权，变作大日本帝国天皇。的领土哈，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唔是阿公阿所讲的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这唔是哈。今麦目前，中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，抓头抓尾拢无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哈，甲今拢无任何一个文件。讲有甲台湾甲澎湖移交予这两个国家，拢找无。你若咧讲台湾澎湖，你诶，请问
你把所有观众提出来看卖咧，因较紧提袂出来哈。好，啊，咱要安怎反驳误会咱这个台湾民政府？因讲真侪人讲咱是诈骗集团。啊，你要想，那诈骗集团一定要有受害者，对不？变成讲阮是加害者，阮刚骗钱，家阵无一个来找我讲，啊！我让你骗偌济，无呢？咱各位是为了台湾的前途，大家出钱出力，出钱这个6000块，你来受训这个初级班，是咱交予这个地主，伊爱款这个设备，吼，比如像这个大个房间。这较早是一间一间高级的养老院的套房哦，这是伊家己开钱卡掉，哈，啊，重新装潢，有这音响、影音设备，哈，有电风、有冷气。阮第一届来上课，连电风都无，冷气阁较免讲。阮头一年热天，哦，热到37度，嘛是直接上吹电风俩。第一年有电风。我到去年第二年靠增冷气，好、哦、啊！咱来遮讲食高等，用这设备交6000块带两枚，这合理嘛？啊，那有认为讲，有个人讲咱收费伤贵，可以啊，无你往哪来办呐、啊？你往哪提供这设备安尼啦？原来你啊开这个法律研习班，啊，往哪6000块给你收？哦、我台湾民众我都无收安尼，看伊卖无。真个呢，一般咱去有诶，迄啥物直销诶啊，啥物，迄个啥物特训迄款诶哈。你若无2万块，带三工诶吼，无2万块话无多解决哈。好啊，当然咱遮设备无讲像饭店遐好势，但是咱主要诶是爱有好诶内容。就是讲，咱讲的法律律师爱对的，爱合国际这个国际法的规范，哈、哦。OK， 那么真侪人将来，哈、哦，咱那边要跟伊对话，你若有拄到，伊那咧跟咱讲啊，恁这诈骗集团，你先甲问讲，来请问，你有读过林志昇所出的十本册其中的一本无？伊若讲无，啊讲啊，你根本无了解，你凭啥物来咧讲批评？你若要甲我批评好，你先甲我买一本册，你先倒去看，看内底内容有啥物唔对的，你提出来跟我讨论。啊，若无你无资格批评阮，哈。哦，若讲无，吼，伊就敢若讲就讲，伊拢无看过林志升的表妹林志玲，啊，就讲林志玲有够歹，对不对？你拢无看讲，哎、啊，林志玲有够歹，啊，你是不是会用笑？哦，会使安尼讲，啊，这个。唔是真正伊个表妹啊，啊拄好差一级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比较好比啦，哈、哦。好，啊那既然拢无读到另外一本，咱秘书长所出的册，对咱台湾民众一无所知，啊，咱即便啊看这个一无所知的无知之人来讨论代志，那是讲袂对档嘛，咱咧讲党伊讲到为啥伊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安尼这点好大家了解着，好来，过来咱来看讲咱新闻。各级错乱的台湾人，哈，咱拢错认中华民国，就是五国，就是祖国，啊，这唔开系讲，伫单分人来，会帮忙保护佮高举中华民国的车轮旗，哈，啊，这就是啦，哈，啊，这我刚刚做你捌讲过，哈 ，OK， 好来，啊，咱来看李登辉有讲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这句话是对的。为这句还可以看到说，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，而是在中国，只是因走路走来在台湾，哈、哦。但是来到阿扁啊，伊的台湾前途郭日文所讲的，讲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哇，本来是伊迁占从自己的国家。迁徙到别人的国土，变作一个这迁占政权，哦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对吧？
这个迁占政权可以看到说，伊原地唔是遮，是招来遮。啊，即马阿扁也甲创这个说，变等于在这里等于是他的。好，啊，这个出卖台湾啊，无采油啊，读法律的。好啦，啊，谢长廷，宪法伊讲宪法一中，咱迄个考的。中国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共和国内底，等于咱变作伊的一省，哦，这嘛唔对哈。过来看，咱台湾人这个蔡文，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，哦，这看阿扁也变假了啦，哈，拢咧出卖台湾，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。本来咱抓头抓尾，中华民国拢无台湾的主权，哈、哦，伊安尼说变，咱敢那白白送伊安尼。人国外无一个国家有一个文件讲台湾是已经是中国的哈、哦。好，啊，美国有一个一中政策，咱台湾人竟然作秀去讲，啊，阮中华民国呢？你看是唔是咧捍卫中华民国？好、哦，这。足大个错哦，哈、哦！美国一中政策，这是看全世界共一个标准的，因为伫联合国内底，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哦，全世界联合国有承认的都啊这个，所以这是一个中国。啊，咱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，你哪会说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？说台湾人去咧捍卫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，这里台湾人错误了哈。好，啊，咱的台语哈、哦、有严重汉语化的台语，哈、哦，哪里消灭一个国家，都要先消灭伊的语言，哦，加伊的文化。咱即卖少年的三十岁以下吼，的少年的台语吼拢讲袂认得哦。啊，这个台语是包括客家、甲各高山族的语言了哈。哦少年拢台语拢已经讲袂认得啊！吼，你客气甲一个客家的子弟嘛，就客气讲袂认得。有诶，若袂晓讲，连听都袂晓听哦。吼，啊，即马来会晓讲台语的，我听少年拢讲咱超年代、超年代，嘿，敢若囡仔咧讲话安尼吼。啊，咱即马看，啊，像这汉语化，真侪人拢讲哦，我甲你赞美，敢是赞美？那有？中路教的人拢可能较会晓讲啦，这边安怎讲？自己台语安怎讲？俄乐啦，哈，对，嘿，我甲你俄乐哈。啊，那少年的，你叫伊讲台语，我甲你赞美啊。嘿，来，啊，过来，这电台有咧广播哈，咧广告的时，我听着，讲这物件有够好食，食起来甜甜脆脆。哇，咁是脆脆，切切嘛，啊，迄专业的呢，专业的就讲脆脆啊，啊，过来，哇、哦，这物件互你食了，清凉解热，不是会大个热解热，是不是爱解热？对啊，伊讲解热呢，啊，这伫电台听的哦，啊，过来，咱台语变音哦，真水哦。香港的香真香，但是若用汉语读个，香港的香很香，拢种香。啊、哦，咱台语变音啊、哦。啊，如果香港的香真香，我要去香港买香香能量。啊，你若用北京的话，要哪讲？我去香港买香香凉凉。我讲。我讲烧烧嫩嫩的，好，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，好，啊，台语有迄个加强语气，哦，就这，像我这叫做乌乌啦哈，皮肤乌乌，我按那乌人乌个，敢那纯粹去白白，迄个乌乌乌，啊，我咧穿，哦，今麦看贵啊，穿红衫，哦，你穿这红红红。去加强一句，啊，那讲开，开一旁啊了，开开又搁较开啊，那开开开就张开啊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台湾人有迄
看迄尾音吼，我爱注意，卖讲笑讲啊，啊这病薄啊，啊这客人啊，我卖看迄尾音，吼、哦，因为尾音都有轻视，有较看人较细迄个感觉，我都跟他讲。啊，骑较大车，较这只，哦，车就较大只，哦，边边这个车，这個、音，车就较细，车就较大，哦，像拖拉机，那我讲拖拉机，无人咧讲拖拉机啊，哦，对不？拖拉机啊，较这只迄款啦吼，啊那拖拉机都迄25吨的款 ，OK， 好，咱来看美国的军机经常来去自如。啊，咱来用20098月8号这个莫拉克风灾，哈、啊，美军，然后也军机为奥克纳瓦，哈、啊，派一架 C-13 栋的运输机，哈、啊，为琉球的基地降落台南机场，飞行机顶拢载一挂防水的防水布，要予灾区的居民咧，暂时也这样有遮风避雨的所在，哈、啊。啊、这军机，包括外海，哦，咱南台湾这个外，这个台湾海峡遮，有美国的这个运输舰，哦，两栖登陆舰，伊的历史型这个不，这个超级种马，诶，这个作寡只运输直升机，吊挂怪兽，甲鲁托机，入去纳马夏这个灾区，啊，你看。飞行机、军机哦，敢袂当随便侵入人的领空？哦，你会记去年年底，叙利亚、咁迄个土耳其啦，有一架军机，敢那疑似越入叙利亚这个领空哦，都许个伊呢飞弹甲射落来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亲门大火呢？军机是袂随便入去人个国家，卖讲军机啦，你若民航机你无经过这个迄、那个国家航管局的同意，你嘛袂使随便入去。哦，你看包括哦，伊20几年前南韩只要这个波音的飞行机哦，伊载人飞入苏联的领空，都许个苏联个拍落来，哈、哦。好，过来，咱来看2011年10月29日，美国的空军的加油机降落伫松山的空军基地。好，你看这只，这加油机安那胖胖胖、肥肥肥，这只作动的哦。啊，记者甲问讲，啊，恁太飞来这要创啥？伊讲无，我要来载 AIT 一个官员吼，因的囡仔破病，我要来甲载送去日本，要甲医治。啊，你要想？咱台湾有啥物？台湾的病院这医生有啥物病袂晓医的？得爱美国派个这只这大只来载一个红眼啊！哦，这有内幕。其实这就是美国要入来的前奏。美国先派一只上大只、上重的飞行机来去松山的机场的炮道，要掠伊的参数，就是讲伊落来个奇怪哦。人一般降落。拢爱逆风，飞行机刹车靠好刹，顺顺啊落来。伊调讲顺风，顺风有时要，迄风起落会在机头着地呢，唔是机后边迄两个链啊先落来呢。正常只后边链啊先落来，啊伊顺风就是调讲要试看伊顺风的状况，外远的跑道挡会调，袂弄出墙外出去。伊咧掠只个参数，即只若挡会调，顺风挡会调。其他的什么飞行机拢挡会掉，哈、哦！这架架当取了这个跑道，跑道会闭入呗，拢在掠这些参数，哈、哦。那么伊要起飞，嘛是顺风起飞呢，哈、哦！顺风起飞爱油爱加足重，爱速度爱吹起来，较飞起来呢，哈、哦！一个调工哥拢顺风起飞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伊是在咧掠一挂参数，唔是讲咧载一个红眼啦。咱阿囡仔要带伊看医生，咱敢会请只游览车来载囡仔？无可能嘛！咱上计是轿车呢嘛，哈。OK。好，2012年
就去年五月二十下晡，美国的代表团坐军机来祝贺台湾第一当局局长马英九就职典礼。好、哦，伫美国的眼光来看，中华民国这个台湾第一当局的局长马英九算着，好、哦，伊的就职典礼。但你要注意，马英九的就职典礼是十点开始，因下晡才来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都我细汉的，吼、哦。啊！我当时要来就知我的意思，吼、哦！啊，咱那咧办到嫁娶组件，咱请中道的，啊，这人客下暗较来安尼，下晡较来，啊，就请了、哦、啊，吼！啊，嘛表示讲对主人无尊重啦，哈、哦！啊，但是可惜，这个台湾地理当局都美国的细汉的，吼、哦！美国派的只个一个总经理呢。好、哦，这是因迄737的那个波音的飞行机改造的行政专机啦吼。后来咱来看，咱陈水扁前这个中华民国的流亡总统，伊伫任美国台湾地理当局局长有八年，经常会接到美方的指示来行事，伊根本就是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哈。哦啊，这会当甲看做讲，像迄美国的一间哦，麦当劳，讲麦当劳，美国麦当劳总公司，伊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，来台湾的麦当劳分公司做总经理，哈、哦，伊只是一个代理人尔。啊，伫2006年的6月26日。整个 AIT 的处长叫做杨淑丽，曾经捌伫总统路附训示阿扁三点，啊，用训示，哎，是丁西咧管理西咧训示，啊，咱来看伊讲对三点，第一，伊甲阿扁讲，台湾啊，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，啊，第二，伊讲台湾人未使公道。哦，这点咱台湾人就都有意见啦。因为你美国唔是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吗？啊，恁家己那咧选州长，哦，各乡镇咧选啥，恁拢会伫咧选举当中夹一寡恁当地议题落去，互人民去公道决定要安怎做？是安怎恁会使？啊，阮互恁训练做。或者讲自由中国，哦啊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叫做红色赤色中国，啊，你和阮讲或者自由的民主国家，你哪会不爱和阮公道？哦，这我捌讲的，美国真惊，因真惊你台湾人，迄个国民党教教头壳无清楚，拢自认为家己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所以咱2008年。谢中廷跟马英九选总统，跟2012年小英咧选，跟马英九咧选总统，同款。你若甲这两场拢甲当作统独公投，诶，咱输甲真忝，吼！尤其谢中廷该输200万票，85%的人会输，无到15%的人，吼！啊，这是美国会惊，就是作惊安尼。因为你若公投落去，咱若输。全世界认为讲，恁欢喜要和阿强啊统一嘞，因为马英九是通牌哈。好，第三点，伊讲台湾地位未定，好，因为台湾古今早和平条，干那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权，无讲要搞什么人。以前土地要割让的国际条约，一定有一个割让国，嘛爱有一个对手。对方这个所属国，结果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好咧拟定的是杜勒斯较知影讲，台湾已经伫大英帝国用国际法依据国际法，已经把台湾澎湖列入大日本帝国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已经袂当割让出去，所以只好干呐要求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跟澎湖管辖权，没有主权转让，
没有割让土地哈。啊，这是到今嘛台湾地位未定。啊，这个1950年6月2日，南北韩爆发战争，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6月27日就随宣布台湾地位未定。好，啊，伊讲就要等个西太平洋，好，局势稳定，好，啊，他经过。哦，盟国来协商方面来处理啊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，1952年，中华民国跟日本政府签一个台北合约，敢有把台湾甲平壤交什么人？中日条约内底第10条，这个真重要。伊有讲，咱。伊讲中华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是包括视同住伫台湾甲澎湖的，即系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，以及你注意听哦，以及前属台湾跟澎湖的居民。及其后裔，头前已经讲一届台湾甲平湖啊，迄个是咧讲中国人，因来台湾了，因遮拢有摕到中华民国国，因本来因那属人主义，因来到遮嘛是中国籍，因遮人到咱也是根据那个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来遮人，因拢有中华民国国籍，所以头前讲因视同包括。台湾跟澎湖有摕到中华民国国籍这些人，哦，就爱咧讲遐中国人，以及，好，哦，前属的以前就住伫遮，前属台湾跟澎湖的居民，就是咧讲咱的本土台湾人，咱的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包括他的后裔，就是咱即马生落来遮生大遮，哦，你去现这个上网。去看这个中日台北合约第10条，咱是暂时被视同中华民国国民，啊，其实咱不是，哈，哦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。OK， 好，够一点真重要。伊这个咧签，是伫旧金山和平条伫4月28日生效迄天，伫美国的。会使讲支持也好，还是压力之下，伊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这个台北合约。啊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生效了，应该签了，伫当年的8月15日较生效嘛。旧金伊即嘛等于台北合约母约是旧金山合约哦，哦，依据旧金山合约来签的嘛。所以你若讲。把台湾甲平湖交予中华民国，啊那安尼，你日本还阁生47个台湾，因为当初有签署是48个国家，哦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内底有讲，你日本若要阁跟其他的国家签双边合约时，你若有和迄个国家有好康的，有啥物利益，哦，譬如讲你把台湾平湖割让予中华民国。安尼，你还阁生47个台湾甲朋友，和其他遐盟国有签署遐，好，所以无可能嘛，因为这个究竟还有日本已经放弃了，伊落底啊，和这个物件我淡掉呀，我落底啊无这物件，我靠，可能阁为落底啊，阁生一个来交这个中华民国，好，所以无可能嘛，哈，而且这个。台北合约上尾啊，迄条嘛有讲，伊即有三个版本，一个汉文版，一个日文版，一个英文版。如果有解说异议，吼，啊就纠纷，翻译上有啥物无共款，爱以英文版为主，哈 ，OK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已经灭亡去啊，啊变哪交接，变哪点交？
哦，即就敢若讲一个徐大人哦，有几啊家的土地，啊，伊想讲，趁伊要死之前来办过户，办得好势。我无想到讲，迄囡仔煞比煞车祸煞比较早死，安尼边啊办过户，你绝对办袂过，哈、哦。上过去看有其他的吼、哦、优先的继承人无，哈、哦，无可能阁过户迄个死去的囝嘛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咱真侪人讲过啊，吼，啊，我就无讲。好，咱来看全世界上豪华的难民伫台北甲高雄。一般你啊看呐，迄阵呢，中东吼、伊拉克两伊战争也好，吼，还是其他的战争，你若发生战争，绝对会产生难民。啊，这些难民啊，越过边界去到其他的国家，要求迄个国家来个庇护，来个保护。拢爱足谦卑的，哈、哦！独独这个中华民国1949年这难民，哦，像迄车民幺鸟个，吼、哦，因一般啦难民袂使炸武器，你要过人个国家绝对袂使炸武器，哈、哦！独独因是有武装的难民，吼、哦，枪炮拢有安尼，规拢刷刷来。啊！迄阵咱台湾人已经伫1945年10月25以前，咱就拢用缴械啊，拢无武器，所以因来咱无法哩，吼、哦！啊，佫叫咱爱种稻米来甲饲，吼、哦，饲到即嘛。啊，咱一般难民伊拢带着像迄个帐篷的天道吼，像露营迄款的天道。但是你看遮，伫台北个搭即边。建国南北路高架桥正面，迄是大安森林公园哦。但你看，伊这起大楼，起二三十层的大楼，这个是起第二摆啊，哈、哦。第一摆是迄乌霞厝迄个尖厝遐，哈、哦。这啊，这是高雄遮阳国贸社区边啊。伊较早嘛是乌霞厝，即马讲三十年后、四十年后啊，旧啊。较细、伤细间啊！哦，因为第二代拢大汉啊！哦，啊，到李登辉迄阵，佫编要8000亿吼，大清佫会去编6000亿，尾仔做只佮8000亿，佮全台湾各即个难民营吼，迄、哦、眷村拢佮改建，这是第二届佫起的，起个正水哦，佮万坪的草坪。啊，咱台湾的许多人，阮爸爸妈妈，我做囡仔，原来。大草厝，我咧叠个厝，我咧叠个厝，我最近我咧把刀割掉，那要刷位哦，嘿，再割，大家画画，做割咧刷位，哦，啊，比如讲这个所在都要起新厝，我要起新厝，都爱把这旧的先割一边啊，啊，即马起，这个起新厝，啊，新厝起个半里边，啊，这个就变储藏室，好、哦，我咧许多人是拢家己开钱起的，即大部。这些拢是老屋啊，应该爱讲新汉子啊吼。这人因讲因咧捍卫台湾，侨的兵，啊侨的兵爱食饭无？爱呢？啊，阮是大人是欠长内都生产这稻米，互因食。啊，阮家己食番薯签哦，因为早期白米真贵嘛，就农拢嘛白米。爱交予农会村呢，咱留落来白米，爱阁卖予面商，啊，留一撮啦，是要做民主的。那亲戚朋友来，靠白米也伫顶悬，下骹拢含几签。啊，等人客，咱第一饭互因食，轮到阮食，阮又阁食了含几签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含几签食足济，阮爸嘛食足济，到五六年前。农改场，我有摕到一个好个新品种番薯，我种了。我讲爸，我煮番薯饭互你食。好，阮爸随便，唔，哦，见到食足济啊，食到惊到真正。迄阵我番薯签迄种曝干啊，啊，但是早期无啥物农药嘛，所以番薯拢足济，拢臭香，有虫蛀过，迄气味足臭个。但是巴肚也嘛。吞落、食落，吼、哦！啊，但因为迄个品种足好个，我唔敢讲啊，我种个也无农药，
我来煮，啊，我偷偷挖两块葱伫白饭下骹，互伊食。啊，伊即摆食咯，哎呦哦，啊，即摆番薯改良甲真好食。即摆一礼拜后，一礼拜后，伊骑脚踏车去我农场讲，阿华，你这个番薯田里对我挽一挂来种，你看换伊要种啊。较早食甲会惊着人，我你看迄时阵真正食足久诶。来，那么咱来看大日本帝国跟新日本国来做一个分帖哈。大日本帝国跟新日本帝国的范围，咱来看，这红的这是大日本帝国以前所统治的地区，包括韩国，包括咱台湾，包括南沙这些群岛哈。啊，那建后根据这个波茨坦宣言。日本大日本，嘛，这个日本干来当留北海道、九本州、九州四国，哈、哦，这四块大岛，包括伊周边的一挂小岛呢，琉球甲台湾岛，日本咧占，迄、那个美国咧占呢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两个分别，即卖新日本就是这四块大岛，即卖这个新的日本，伊等于会使讲背叛大日本帝国。因为伊加入由较早盟军所组成的联合国，哈、哦，所以因即卖无效忠大日本帝国天皇，哈、哦，啊，因为我是代理咱林志昇秘书长，因讲啊，伊即卖已经起来伫咱五楼，哈、哦，啊，咱来欢迎伊来甲咱演讲，哈、哦，好 ，OK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晚已经两点半，过七点钟，我哩来等伊。初级班学啥物物件？这个法律内底啊，学啥？学两下代志尔尔。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什么叫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？其实伫1830、1840年诶以前啊。迄当叫做并吞啊，就是讲两个国家战争，我去占伊个土地，迄只土地就是我的。啊，有一天，伊阁较强嘞，阁拍倒转来，阁占我的土地，啊，只土地就是伊的。所以伫拿破仑的迄个时阵啊，欧洲较强的国家啊，讲安尼袂使。那安尼落去个地吼，全世界后摆会变作一个国家尔。什么人较强？我袂拍，阮条以前嘛足强诶。阮条诶时阵啊，拍到澳洲去呢。忽必烈诶时阵啊，袁氏迄个做迄个元朝啊，成吉思汗啊，迄当阵呢，就是占领了以后，土地拢伊诶。所以落尾啊，澳洲这些国家啊，联合起来开会，所以才会签订一个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啦，迄当阵就规定啊很清楚。你个国家内底有诶物件、权利甲义务啊，是永远不可以放弃的国家啦。啊，因此呢，1830年、1840年以后，慢慢，这个国际法就成立了。所以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所以你甲看哈，很主席这个全世界内底，请以色列。去讲打加沙走廊六日战争的时阵，占了一片土地，足大一片的。啊，你啊，这蒋介石人啊，讲赶走，啊，以色列人才入去，啊，落尾世界抗议啊，啊，才予伊甲因的巴勒斯坦人啊，拢总啊啦，拢总斗阵一块土地来生活。但是呢，经过38年，迄个时阵啊，就是即种两年的代志发生。联合国讲你袂使讲占领，无管安怎，你以色列一定要撤退。所以以色列伫全世界国际法的这个压迫之下，以色列撤退了六日战争所得的加沙走廊的土地。那个观察这个加沙走廊，有土地无？有土地。有人民无？有人民。有政府无？有政府。有外交权无？有外交权。啊，感谢一个。国家
蒙特维多啊，有一个规定呢，就是什么叫国家？四种的物件拥有的时候就可以称为国家：土地、人民、政府和外交权。真可惜，蒙特维多公约的时阵啊，伊无甲伊讲占领的情形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地位会变成什么物件？所以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你甲看现主席在全世界在地球顶端所发生的代志，美国甲拍伊拉克，伊拉克全面投降，投降以后伊占领，伊拉克的人唔知影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一个组织游击队甲伊拍，你组织游击队甲我拍，越不安定我就不想撤兵。啊，所以呢？后尾啊，英这个美国啊，嘛定一个撤军的计划。这意思讲啊，我占领，总有一天啊，土地爱还你。赶快呢，日本天皇甲美国的战争啊，在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发生以后，原来大日本帝国的土地，您头脑看，这土地拢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。你日本天皇的，但是。朝鲜跟台湾是 不一样啊！拄啊开始的时阵，朝鲜伊是甲日本天皇签一个叫做并和条款。1905年，并和条款就是讲朝鲜仍然拥有他的主权，皇帝啊，但是呢，管辖权交日本天皇。马关条约1895年，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 POA 主权。含管辖权拢总交予日本天皇，是两个都不一样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当日本放弃这个管辖权以后啊，主人朝鲜就独立建国。台湾呢，虽然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，要过一个物件也未放弃啊，主权 sovereignty。主权是 sovereignty 是啥物人诶？日本天皇诶。所以因为日本天皇。伊有主权，啊！佮国际法规定讲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所以杜勒斯伊签这个物件的时阵吼，我个人认为，杜勒斯无一定知影讲台湾，因为1945年4月7日已经宣布迄个明治宪法，和台湾这块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同时人民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。但是后尾啊，因为麦克阿瑟，不是麦克阿瑟，迄杜勒斯啊，本地确确实实因有伫想讲，战后是毋是即个土地来交还中华民国？但是这交还中华民国是不对哦。伊若是殖民地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会有机会哦。然后佮在什么人救了咱？1950年6月25号。韩战爆发，韩战爆发的时阵，6月27号，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地位中立。台湾地位要解决，要等到太平洋地区安定以后才来解决。现在给他看起来，太平洋地区已经安定，台湾人民也已经安定。你是政权要交给台湾人民，渐渐我有讲。这块土地的老百姓，你军属政府一定要主动帮忙这块土地的老百姓成立 civil government， 所以 civil government 叫做平民政府。后尾美国是甲恁讲，我美国军政府入去，啊，你平民政府你多了一个字，所以人家改叫民政府。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台湾民政府就是依照战争法所成立的。一定要成立。在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时，他有没有成立台湾民政府？有无？有啊，那叫做什么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那就是民政府呢。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。有没有成立军政府？有啊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那就是军政府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警备总司令部的权力啊，比行政长官公署较大。我、哦、啊，你就清楚啊！啊，伊当因为伊咧占领台湾，啊，无你想，
伊来占领台湾，伊就直接把你叫做台湾省政府的话，那爱讲从创一个行政长官公署，迄个建政外来的民政府啦。啊，过来，李登辉有一摆，伊讲要将台湾省要甲动省，你会记得无？上台讲啊啦，要废省有无？老百姓那汹汹，大家嘛唔知影原因，动省，废省。变成动省，即摆省议会诶咨询委员来存在呢，一个月拢迄乡议乡议员拢领五万块呢，啊，搁免钱车票呢。美国出来动，美国讲不可以，你不能给我废省，因为台湾省政府仍然要存在。台湾省政府就是啥物物件？台湾民政府啦，这法律是安尼来的。所以李登辉无法度，伊无法度甲撤销啊！所以伊就甲罗贝甲创一个省议会咨询委员，省议会还佫伫咧呢。所有的建筑物人拢还佫伫咧呢。这个物件后摆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东西啦。啊，你恍然大悟讲，哦，原来就是安尼。所以伊拉克当时成立十几个伊拉克民政府，但是美国。打入伊拉克的时阵，伊将华盛顿 D.C. 的伊拉克民政府改下令迁回伊拉克。迄当阵伊拉克民政府有几个人？一个，只有一个人。美国讲，我予你权力，你去组织政府。四个月内底，伊拉克民政府就成立，刷入去伊拉克政府，美国甲承认。其他的民政府，美国拢甲消灭。你甲看吼，全世界拢同共款，琉球嘛共款呢。琉球美军底下设立啥？琉球军政府，琉球的美军政府，美军政府。琉球军政府呢，后尾就变成啥？琉球的民政府。咱今日台湾民政府，其实这个名。应该伫法律内底叫啥？台湾群岛美国军政府，甲美国民政府啦。这个民政府，因为今日互台湾人看无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台湾民政府。那办公室嘛是赶快换华盛顿 D.C.， 即摆还佫伫咧这边三十二个去开九月的话去开记者会，伊拢去参观，拢去翕相。民政府哪有在呢？台湾这个土地啊，都卖无去了。你放心，嘛无人敢来跟你拍啦。所以你爱学的物件两项尔：第一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；第二个，我想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。今日中华民国伫全世界的名称叫啥 ？Chinese Taipei， 对不对？Chinese Taipei， 那问你讲，你捌英语无？你讲我捌。啊，你问讲什么意思？中国台北、中华台北，拢唔对啦。嘿，你甲你骗的，是其实的名是叫做 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。台北一个都市，流亡政府当然一个都市来的。德兰沙拉是西藏的流亡政府，伫印度。德兰沙拉，印度，西藏的流亡政府，请问有选举不？有，但是因选举是流亡在德兰沙拉的西藏人所选出来，因的流亡政府的总理。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，有选中华民国总统不？有，但是叫咱改选做中华民国的人去甲算邓票。咱不是中华民国啊，但你去登票啊，所以现在中华民国可以跟美国说，这样台湾人民很喜欢我啊，因为我现在给他民主啊，所以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顶这课，那种的选举，这种的民主，敢有真正的民主？没呢。我现在很不爱攻击，因为我们的村长有得到票，所以没法度要跟你说，那个三十块，我现在
我正民代表嘛，把毛分了丢。哦呀，正民代表代表请举手。哦哇哇哇哇，那蔡代表啊，马刀的蔡代表，30块你有摕到无？有啊，啊你摕到有安心无？不啦，本来是无安心啦，哎、本来安心啦，啊，可听听感觉会愈提愈不安心，啊，你免管出来啦嘿。哎，三，因恁因两个30块拢小开啦。总统选举678万票，609万票，跌落去要干两亿呢，所以你甲民进党哦，唔通选啦，伊甲你骂呢，选也唔通选。伊是歹势甲你讲哦，我有30块好打尔呢，啊，政党50块尔呢，咱若去当一个票，咱了230块呢，啊，所以安尼选举敢有公平？有无？绝对无公平嘛，对吧？啊，国民党遮尔啊侪东山拢甲你买票啊，啊，台湾人足奇怪哦，台湾古早是干那米数混到当票买起安尼，啊，即卖呢无定爱5000一万呢。所以呢，今嘛现主席中华民国体制选举不公平，我甲你讲不公平啦。你话讲安尼好啊？你叫你台湾人民卖选啊？我看真困难啦。你要叫人卖选哦，我会去用牵石头。但是呢，这无外让甲咱台湾民进的成员讲，唔通去选，这怎讲嘛？那我都将选举的票，迄个做投票率哦，甲扭落50%以下49%，美国你都爱入来啊！啊，所以本来报道你写讲要罢免马英九哇，也不感觉真好呢。那罢免以后，我搞一点甲美国讲，不可以再选了，没让过算了。要求那一年甲你罢免一摆吼，啊，一年拢了30块，按50块吼，那你了死，我跟你讲。不过。伊若真正个罢免哦，咱以前甲美国讲，不能再选了啦。咱即马什么时候叫我动脉算？咱的人有搞以后啦。美国讲你要混成4000名，你要接骗款。美国讲我即马政权行李。各位，美国说明天就把政权还给我们，我们敢接吗？你敢去接不？敢来压手？唔敢下手，哎、欸，你不做做无趣味啊呢？阿伯讲，哎呦，小有咧啊！敢下手，敢甲接诶，下手。啊，唔敢下手，我马上唔敢诶。咱是要甲接，你无人呢？伊敢若用伊诶人，就甲你阴着阴死。我讲一个简单罗啊，旅行证件啊发来。第一个，你要经过啥？海关，敢不是？移民局啊，移民署啊，要经过海关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摕去迄本是要创啥？放个领导好看，会当进出才会使嘛？是不是？海关都要先交你接，当然海关都有啦。海关若要接吼，基本的100几个是走未去的，啊，若真正是2-3千个啦。当然，咱要接是接头嘛，对不对？咱即马还未到4000个，你要哪接？你没有办法接。但是我们会接得到吗？我们一定会接到。较慢点嘛，咱都敢那迄个笨蛋同款嘛，豆豆训练嘛，一摆训练100个，2摆训练100个，时间够重，会达到4000人了。但是这个中间内底，国民党会给你破坏，共产党会给你破坏，台独联盟会给你破坏，是安怎？你若提早一天无选举，因就减一天的收入。因此，咱哎，请问，啊，迄不要紧，美国本来讲身份证吼，身份证是安尼计算的吼，2300万。美国家认定讲300万的部分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迄无算，剩2000万对不对？2000万讲美国国家你去一半，啥？因为这1000万人的台湾人啊，伊认为讲伊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你要相信吗？
你的边啊，有足侪人会甲你讲，我的祖先都来自中国，所以我是中国人。明年四月到六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入来台湾发身份证，叫做中华卡。伊就甲你怪，你若持一张中华卡，你不用签证，可以直接进去中国。你要听无？哎、欸，你拢你的嘴讲不坏啦。嗯，啊，这听也无人知影。我跟你讲哦，其实这就是美国要考验咱啦。咱发一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代表你是台湾人。这个身份证摕去美国，完全有效呢。咱有32个去美国，顶回17个呀。伫机场，咱去机场是走公务门。哈、啊、哈、啊，来，迄、那个这边有去美国，请你举手。哦，来，还有一个，咱的，请你站起来，郑瑞芳，众议院的，议副议长，我请问你嘞，你这边去去美国，你的身份证你有用到无？啊，有效无？我盖无图哦，有效对不对？不是只有這樣而已，因後來去國務院，去國會，要檢查嘛，那個身份證，刷，通通可以做。我們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那張不是我們在台灣做的，那張是美國做的，那張和中華民國的那個護照的公司是同人的，那不是中華民國護照，不是在中華民國印的，那個chip就是那个晶片啊，是美国给伊的呢。台湾拢唔知影呢。有啦，美国有给伊一只机器，伫外交部，一天干来当做70分啊、几分的身份证，迄是小规模的，大规模是拢美国处理的。所以有的人是感觉讲，你是去做假啊，我唔是做假啊，我无遐骨力啦，安尼上课足忝的呢。你嘛叫伊讲上课足简单嘞，很上课很困难嘞，因为佮讲法律，啊你嘛你听，法律的物件你听很枯燥无味嘞，对不对？会枯燥无味，请举手，啊对吧？讲枯燥无味啊，哦你佮讲牙臭呢吼，啊我免嘛，但是要看台湾的地位，都爱读这也无法度啊，所以。那个身份证不是我们印的，我再说一次，当然外面有三个黑白给我们黑白电说那台湾印的啦，啊甚至跟你说在我们家的大的下面 的印刷厂去印的啦，我跟各位说有三个人又跟你说这样，你说来我这100万放的，你换找100万，我们随来你说的地方来去看，如果有这100万我都给你，啊如果没有你的100万给我，我跟你保证100%打拢丢去，啊！你要乱冲诶！伊都伫外口，安尼甲你放，甲你放，甲你放，互咱速度变慢呐。各位，恁爱相信，毋是干那我讲尔，咱即个江苏拢共款，阮即个江苏无可能讲拢讲共款的代志嘛。所以呢？咱的身份证有效，同时旅行证件落来，迄一天啊，你就知影，旅行证件拿落来，基本上啊，就是我们执政的时候啦。诶、欸，安尼拢点点咧吼，啊，恁来遮毋是讲要做公务人员，啊，执政拢无欢喜，是拢摆做哟，袂吧？袂，袂举手，我嘛袂啊，大家拢袂啊。啊，无你来遐艰苦，三工两暗足忝的，即马高金阁三工阁两暗呢。
所以你来知影，你来在这读也是法律的。所以我甲各位讲哦，你读六纲四严来讲啊，你除了要读以外，你还去买一本《新台湾论》，一定爱读。当时呢，看那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官网一天有一篇。你去官网，我拢甲你注册好啊。迄注册单你有摕着无？有举举手。啊，有诶，不要用哦。拜托诶，你若有一百块就我多啊，叫你后生来，叫伊甲你教。你上次买一只迄3000块诶迄平板电脑，细细样尔。你逐工听我看啊。啊，无你卖讲，干那伫遐上课，上上诶，等于啊，着啥物袂记咧，毋通啊。所以，咱台湾民政府是合法诶一个组织。内政部有出一张公文，伊讲哦，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。你要这张公文无？未举手？啊好，恁去找恁六个州的州长讨，州长遐拢有啦。内政部的公文啊，美国政府官方哦，嘛有出两张公文给咱。迄两张公文，甲咱承认台湾民政府。后摆的台湾政府拢已经有文啦，伫遮，你看，这拢是假的呢，这拢如假包换呢。我刚伫遮咧上课，伫遮咧电视实况转播，那真是假，老早就联系啊！我跟你讲，所以各位，咱有信心无？有，对，拢有信心嘛，要做官拢有信心嘛。但是我先跟你警告啊。贪污绝对清查，你唔通叫是做讲假呢？我是讲真的呢。人有当下吼很脆弱，你想看卖啊？面头前甲你摆一堆钱，卖讲一堆钱啦，甲你囥70万现金，有人就倒呢。70万尔，咁700万，70万就倒啊！70万两年半所上的法律，拢通交出去啊！所以我当想讲哦，那到底我要相信谁？你读这个法律，你爱坚持，咱若照法律，我会当甲各位保证。台湾人绝对会成一个全世界上界成功的第三国的中立的国家。即马全世界有两个中立国，一个叫做瑞士，另外一个叫做梵蒂冈。台湾真有可能，不是有可能，绝对会变作第三个中立国。但这个中立国效忠的对象是谁？日本天皇。绝对是人的土地啊！除了讲日本天皇向消灭去，日本天皇死去，日本天皇死嘛无效，伊还有后生啊！哎，后生即马听讲毛生囝出来啊！所以咱这世人哦，讲要独立无可能来，因为日本天皇已经有后生，啊，佮后生佮后生，佮孙啊！啊，你讲啊，台湾来独立，请问啦，有地主？有主权，你免他独立。所以美国跟你讲哦，台湾不能独立。啊，不要，我跟你讲哦，因为这块土地有所有权呢、啊，所有权人就是日本天皇。虽然讲你选举去用骗，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丢一下手，这摆拢无赢啦。你的所有权证在哪里？对，台湾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。啊，所以你在外面遇到一些推案面的，在和你说的时候，你说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较注意哦，你就去用巴雷，我跟你说。奇怪，我台湾课本就写说日本窃占台湾啊，有吗？啊，日本人，人日本人说哦，啊，我怎么窃占？窃占是啥？偷摕。日本讲台湾这大粒，我是要偷地。
伊是按照条约正正式式的拥有台湾的。马英九今年十月七十，伊讲两岸是两岸不是国际关系，其实伊个两岸不是国际关系也是对的呢。安怎讲？伊个两岸这边叫做中华民国，那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啊，所以金门、马祖跟中国的土地是不是国际关系啊？指的是叛乱团体啊。所以司徒文隔天刚嘴讲，因为马英九啊，头脑里面啊是要用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啦，所以才有那种思维啦。如果两岸真的统一，我美国就不会援助你台湾了啦。其实啦，你别烦恼，有旧金山和平条，有万国公法，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的稳，特别是有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嘞。所以台湾民政府虽然无武器、无武装，但是比有武器、有武装更加高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，咱唔免做革命先烈，我要求咱所有的人到顶做革命先行者，就是革命大先行的人啊！要活得好好的，后摆当做大诺。做老鹅啊，因怎做老鹅迄块，食到老死，迄个，念到老，干那四千个尔，我先跟你讲啊。啊，公务人员你来要做啊，做到你不爱做为止，做到你过身的为止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安尼，我要给你休十分钟，等下吼闭幕式。啊，你若要停，只要十分钟吼，啊，你去停你的行李。啊！你闭幕式刷以后，一定要翕相。咱已经经过这边个三年啊，每一摆若要翕相，听清楚，都不会下雨。喂，我讲这无我别讲哦，你当去问。有当下都迄天落雨，落到三点二十分雨停，咱就翕相，相片翕完继续落。有够趣味啦！哦，你再问下咱这老的同志吼，同心，你问看卖，看有影无影？三年啊呢，所以我有当吼想到这样，我会起鸡皮疙瘩。但是，安尼个起都有影呢。以前咱是两礼拜上一摆吼，无落雨嘛有可能啊。咱这逐礼拜上，竟然也无要落雨啦。所以老天，你帮忙台湾民政府，多谢各位。